是像乡村串门一样，可以边漫步乡村小道，边沉湎于艺术的乌托邦路。从这间房屋到那间房屋，引人入胜的艺术作品沿着墙面继续着接力。和乌托邦路的告示牌一样，装扮房屋整个外墙的这座漂亮房屋是17号作品《乡村串门》，是把具有窗棂的两扇窗户置于中央，画在白墙上的如同乡村地图般充满调皮劲儿的有趣作品。我们一路走来的乌托邦路将展现成济州的火山石、红粘土路，沿着道路两旁还可以看到分布在各处的乡村名胜。由于添加了作家的想象力，这件作品把村庄的风光装扮得更为秀丽。